来哟、哦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我诺电台，又跟大家出席求姻缘的时阵。隔壁阿好今麦昨天讲想要交一个阿多的男朋友，会当去鹿耳门天后宫，红线吐出红包袋的长度愈长，缘分就会牵愈远，爱牵偌远就偌远，牵一个麦克戴蒙去麦蒙。啊，若是讲更加贪心，想要报姻缘、求姻缘、求人缘，那是全家顺事。咱的南昆心大天府甲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功能有够多，也是你的好选择哦。来公布一件电影的消息。哎呦，到底关庙的阿明啊，甲伊某煞起冤家啦！阮一个无拄好，双方面踮伫大街路顶大拍出手。看到伊坐阿妹在表示，赶紧来去咱的重庆市哦，拿三年初干，予咱元老专门处理着咱翁仔某感情的问题啦。无偌久，阿明啊笑嗨嗨，两人恩爱搁有出。那讲到感情的问题哦，玉姐的底位写批来讲，伊烦恼伊的哥老夫人予人高高长，啊，这免烦恼啦。书店目标的元老官啊，专门讲这五四三，和你讲到下解，讲到古老夫人爽歪歪兼笑嗨嗨，嘿嘿，歹势有差无啦。阿花啊，奈何我问讲，介意阿伟啊，欧巴真久啊，要安怎阁进一步呢？缘若到，唔免瞒人到；缘若无到，就爱看这头。书店大天后宫，我缘分踮伫面顶头，缘分就会对你来啦。不管你是要牵成欧巴，还是欧巴马，拢会使啦。啊，唔是安尼就好呢，嘛是爱有阿伟啊，知影你心意哦。最后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今天去元老电台就。一个三爷，我已经老真久啊，都无七啦。吼、哦，你这个普龙公，戆头戆脑，无怪拢无某。来啦，跟你讲，你来去咱大观音亭，和咱元老讲一段姻缘，倒转来啦。啊，红讲的就会使哦。嘿嘿，这你都唔慢呢。大观音亭元老的这个嘴特别阔，讲歪人看难耍，都是伊专门开哦。好，我即马马上去。哎呀呀呀，我未讲完呢。哎，这么高级。好啦，安尼今日咱的元老电台就到这为止，多谢收听哦。